我就一直在说应该是那一个坏掉，可是一直都找不到那个东西。嗯，因为那个现在好像也不好买。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买那个好像是，那是2000、3000、4000，没记得，我没记得。哦，我通通都忘记了。嗯。我记我刚才是对对来买，你知道？我对那个西门町亚嘴这边电子网。哦，中华路那边。嘿，那间叫啥呀？大家拢找遐买。哦，我知影。我找两位啦，一位伫民权大桥落来，那间电子。嗯嗯嗯。啊，一位就是西门町那间。